客家宴四号出席公益活动现场，除了号召大家多做爱心，日前老公接下玩很大的小队长任务，大家也都在敲碗，希望可以看到夫妻同框。有人在期待这件事吗？真的吗？如果有相关的戏剧宣传的话，我是不会排斥，但突然跑去上节目好像有是也有一点，好像也有一点怪，而且我感觉体力也不是很好，可能一下就输了。但是我知道他们最近有一个节目的，是不是有人气奖的一个投票，观众票选，就是好像身边的朋友们都有在关注。那还没有投票的朋友可以去投票。那你周弟就是也会有，就是想要生宝宝计划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目前没有特别打算，目前就是以工作为主，还有新入的这个募款的这个任务为主。果然是最称职的公益大使哦。